发送一个礼物，送还礼了，来开始。发我就是一直跟着我很多年的这把尤克里里，真的啊？对啊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这个就换一个简单一点，就这个，没事，不贵不贵，但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这个有点太贵重了。不会不会，不贵重。拿去玩吧，好吧。你不是说我走了以后营里没朋友了吗？那你就练练字，弹弹尤克里里，好吧，弹弹琴。看你一个人在留在营里，怕你孤独，所以最终决定给你。谢谢，加油啊！我长这么大，这个能镜面反射吗？镜面回来，哇！我长这么大，只有除了我爸爸以外，只有黄坤一个人送给我乐器，所以说你要不然当我爸爸。